这是在实体店买的一个抹茶千层，是六寸的样子，也是158，上面是一层抹茶粉，比较苦一点，感觉抹茶控的应该会喜欢。然后外面就是一层奶油，然后里面全是那个千层皮，但是这款千层皮有点偏硬，奶油还是挺好的，不腻，但是这个千层皮几乎是没有奶油，口感会比较硬一点，感觉嚼的时候很费劲。